之前多次预告吊足玩家胃口的女神异闻录最新作品，终于在24日的音乐会活动中 ，Atlas 总算公布女神异闻录五皇家版的正式宣传影片，并宣布游戏将在今年的10月31日正式推出。本作是以女神异闻录五的内容为基础，追加丰富新要素的强化版。在这当中最引人注目的，当然就是新角色神秘美少女邦泽霞喽。在影片中可以看到 Joker 英雄救美的桥段，他们之后会有怎样的展开，真是令人非常期待呢。为了不让新角色抢尽风头，星之怪盗团的伙伴们也各自追加了新的招式，而白天可以去的地点也变多了。你准备好和伙伴们更进一步交流了吗？值得注意的是，原本的迷宫中也追加了新的机关，还多次出现使用新道具勾锁的画面，看来之后在攻略迷宫时也能够体验到新的乐趣咯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像是第三学期新协助者等超丰富的追加要素，粉丝们是不是已经等不及想要赶快玩到这潮到出水的皇家版了呢？